哎，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的脸都被丢没了，你赶紧下去吧，你赶紧下去吧。哎，我哎，陈姐，我觉得他们俩刚才是合来的，能不能让他们单独来一下？好啊，你们愿不愿意？这次是不加分的，来，表演环节，这次是不加分的。其实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愿意？要不要掌声再热烈一点？是不是就愿意？明白意思，男主持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再做一下，就是刚才你们两个来试一下，看看谁的力气会大一点，愿不愿意？因为刚才我们这两位男嘉宾都已经分出高低了，来，有请，准备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给我们赵薇和杨光龙来点掌声。真是这个节目真是折腾我呀。其实大家真的是非常喜欢赵薇，希望你停留的时间大家能看你久，给一点同情的掌声啊，来点同情的。好，我们音乐开始。你们两个可真谦让啊。其实呢，因为我觉得很不巧，刚刚为了配合那首抒情的歌特地换了一条裙子，否则那个胖子就被我拱下去了，知道吧？很可惜啊，真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这个游戏真的是一个形式而已，大家真的是特别喜欢赵薇，你知道来了以后我们很多同学都给我来信，每次呢有好的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嘉宾都会有很多同学来信，所以我在这里说一下，凡是你们希望我转交给赵薇的信呢，我们都会转交，真的是太喜欢你还有杨恭如，包括你们的很多的东西他们都需要转交，所以你们真的是通过这个游戏，我想只是会让大家更喜欢你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，谢谢两位。